啊，这边是要干嘛？あの、誰かいる？哎，对，那边不就打威廉？子弹不够够，啊，一定够！先暂停一下，我已经，我无限弹。Dart Rose， 感谢。ビクともしない。誰かいるの？啊。ね。必须想。大丈夫。何もしないから。怖いの？私が助けてあげる。何？よく聞こえない。あなたの方が危ない。どうして？そこ、すぐ後ろに。え？嘘でしょ？现实的话，我现在连干。由于呢，我们今天可以轻松自在，随便你，看你要追多久，追到关台我都可以。我想说放慢一点，你他妈直接抓，滚！
跳上去啊，等一下跳下来嘛。安心して、もう大丈夫。そこにあるはしごを下ろしてもらえない？一緒にママを探して。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の？いると思う。いてほしい。ええ、いいわよ。探してあげる。こっちよ。動かないの。すごい。すごい。ねえ、ママはどんな人？アンブレラでお仕事してる。アンブレラ？あの製薬会社？いつも仕事場にいる。あまり会えなくて。それじゃあ早く会えるといいね。 PSP2345 で。お父さんはどうしてるの？パパはそのママと働いてたけど、もういないの。ああ、私も親がいないの。今は兄貴とか。本当に？私たち共通点があるみたいね。共通点？嬉しいわ。嬉しいわ。就二四发也太少。あそこよ。
ダメだ。カードキーがいる。来て。ねえ、手伝って。本当にこっちなの？うん、そのはずなんだけど。シェリー、ずいぶん探したぞ、シェリー。こんな状況で一人で出かけるとは勇ましい。手を上げて膝をつけ。冗談でしょ。膝をつくんだ、今すぐ。シェリー、手を縛れ。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。黙れ。縛るんだ。いいのか？言う通りにしないとこいつは死ぬぞ。どういうつもり？犯罪者から子供を守らないとな。シェリー、おいで。何をする気？関係ない。その子を傷つけたら許さないから。シェリー、こっちに来るんだ。名前は？名前を言えと言ってるんだ。クレア。シェリー、私と一緒に来ないとクレアが死んでしまうぞ。分かった、行くから。ママのところへ連れてって。もちろんだ。信じちゃダメ、嘘よ。クレア、動かないで。俺のやり方にいちいち口を出す。しつけがなくてないようだな。教えてやろう。厳しく仕込んでやる。離してよ、離して。覚えてろ、ゲス野郎。無事でいて。いいわ。まずはカードキーね。我刚还以为克里尔这一顿不需要急，结果终究还是要来 run 一 run。啾啾，克里卡。次元防壁啊，这边摆两只利卡，真危险。
停时间。哎，那一只直接被抽走了。直接爬下来！当绝命一次有用，你还没死啊！我靠，真的还假的？虽然没有问题，但还是放回去这样。虽然没有恶意，不过优先处理。虽然没有恶意，不过还是退回去好了。这个就充满恶意了，没了，回家。里卡这一句还好清掉，不然到时候一定冒一堆。Lucky 是198705088，感谢。元旦好强啊！
全破一轮就有无限弹吗？你可以去网络上面找各无限弹的攻略，每一把都不一样。弹容量庞大，其威力在当年造成轰动。十三发双排弹夹，不知道威力好不好？威力好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拿去打 BOSS。枪子弹，哦，枪托，这是什么的枪托？啊，满满满！看一下之后的那个记录点好了，直达局长办公室。对耶，这个其实可以丢了，跳啊！我又再大回去捡。装上去之后到底变成怎么样，其实也不是很清楚，反正他就是装上去。SYO7890 感谢说拉昆市的英雄，注意了，谁是城里最令人敬畏的人呢？对这座美丽城市里的市民来说，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，没错，就是警察局长布莱恩艾伦斯。他让各地犯罪闻风丧胆，也像严厉的父亲般爱护着每一位有罪的市民。艾伦斯局长因无私的慈善之举而闻名，像是对孤儿院的巨大贡献，协助受虐妇女，保存艺术，保护动物等等。如果有漏掉任何事情，请告诉我们，这名伟大的英雄怎么有时间睡觉啊？每当有人发问，艾伦斯局长就会微笑着回答：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家人，我只是在为家人付出罢了罢了罢了。あいつ所長だったの。Weak punch， 谢谢。来到了局长办公室。哈伦斯警察局长，为答谢你忠心不二的支持，我在你户头汇了一笔小笔款项，让你视情况使用。希望你能继续帮我监视你那些下属，特别在豪宅中活下来那些人，不要除掉他们。艾伦斯警察局长，我和保护伞公司总部之间遇到了一些麻烦，管理阶层想要夺走我的研究成果，不过别担心，这很快就会，你继续交代交代事情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你也升高我身边周围的保存阶级，将你手下的壮汉一看到可疑人就开枪，把对方杀了也不要紧，就算是保护伞也一样，我只差一点点就能完成基友，不允许任何混蛋来妨碍我。你给我振作起来，做你他妈的工作！我告诉过你，我需要加强下水道的保全措施，你不知道对我来说现在正是重要关头吗？至于钱，等我接管以后你要多少都行，但不是在那之前。为什么你就是听不懂呢？不要忘了，我随时能把你换掉。 WB William
Berkey 威廉伯奇啦。欸，我是不是可以把东西合一合了？26发装子弹 ，Cool thing， 感谢。还有什么？你看，这就是标准模式的画面，要什么有什么。Z60807，感谢。白尾鹿，成人人当然在找到厌烦，你就要挑战更大的动物——西伯利亚虎。啊，其温热的内脏洒出来时，我整个人极度兴奋，我还可以闻到野兽气味，这才叫人生。猪啊，标本的身体柔软美丽，全身洁白，全都属于我的永永远远。雌性22岁。火力给这么大也是合情合理。一想到刚刚其实整个下面那一区都是那个，利卡，觉得其实也是蛮痛苦。Amaze Magic， 耶、修理厂的信，浮雕。情人浮雕，电路板，再绕一圈下来才可以进去。看看哈，我现在还需要拿那个四角形的。外面出去之后就是阳台区了，然后侦讯室跟观察室应该就是要钥匙，这边我记得是爱心钥匙，打开应该就会触发那个资料室，打开触发利卡吓死你事件。进来了，专业打懒觉。你看这侦讯室的那个 Let me out， 这侦讯室的玻璃是好的，等下就要戳起来了。
嗯，刚不是这样吗？经典。是因为太印象深刻了。然后这一只这么每次来都是这样，李阳看到他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哥哥。现在我要怎么回去？这边我现在过不去，我是不是只能够回到那边？哦，真的，想起来，是不是会吓到你的？通常都是这种突如其来弹出来的，那个没办法，这是生物本能啊，就是会被突然弹出来的东西惊吓一下。田氏弹出来，Vincent Wei K 感谢。台枪不好，头上设置头上一把刀，哇，不能捡。看一下大厅，哦，这边是三楼之类的吗？哇，锁住。要从图书室啊，所以现在应该是要去洗衣间可以拿东西。身上东西好满。Well kiss 123，感谢。
说他这种开门方式并没有让游戏变得比较不下流，这种开门方式还是蛮恐怖。现在是要去阳台。阳台在哪里？嘿，克雷尔比较轻，没事。好麻烦啊，五发头都不会死。这游戏好像没有设定弱点，就是你暴击是只暴断肢暴击，如果打到头断肢就是头破，打到腿啊手啊就是这些地方断掉，也没有特别弱的位置。那个里面就是李阳拿来拿那个拿梅花钥匙的，这边进不去。那这边又是 T 的追逐战嘛。再去哪里？资料室，要走没收品保管室那边过去。我就记得那边敌人的重生了一大堆。先去暗房好了。
这个小门燃烧法。208也可以开。里偏好像比较好玩，里偏的武器比较强。前方回头，而我一回头，我们就错过。我现在要干嘛？我现在要想办法绕去资料室，还有洗衣间。洗衣间我记得是拿那个的，可以拿包。先去资料室，再去洗衣间吧，我比较好。资料室拿千斤顶。阿卡林老师，怎么办？也回到了。前方回我，而我背回到头。去洗衣间交易，要去 Stars 办公室，应该不会重生敌人。Necomata 927，感谢。Roach Coffee， 感谢。直接原地开解。OK， 感谢。TFB， 这腰包腰，
的战斗刀。好，这样警察局应该是完全解除。哦，没有，我要上去呢。这样最近的应该是暗房，暗房做一点那个。然后看一下哦，现在要去图书馆室，到三楼的大厅跟钟楼。这里是哪里？停车场。听到脚步声，没有看到人。只闻其声，不闻其影。完全没有看到 T 哥哥，这应该会有人发明出 speedrun 文法，就是把他引到别的位置之类的。哥哥，你还是在这儿吗？哥哥，没有恶意，不过还是把手射断比较好。嗯？啊，怎么有声音？你过这么久才追过来。一只，刚刚画面闪过去的那个瞬间，有看到。
成功。大成功。好。大信宫，这边直接跑到对面下楼就好了。这样上下楼梯好像真的比较快，下楼梯没什么感觉，上楼梯差蛮多。这个接通方式长这个样子，这边一定是这样。有了。超级毛球，感谢。もしもし。ご機嫌よう、クレア。取引を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。どこにあるの？近くにあるから、すぐわかる。シェリーは無事？今はな。もし指一本でも触れたら。バカなガキだ。あれを落とさなければ見逃してやったのに。残念。这是新增的雪莉模式。もうじき全て終わる。どこかから出られるはず。哎呦，妹妹深蹲哦，有力哦。填充娃娃。Take up， 感谢。砖块。玩游戏。为什么这边合不起来啊，妈的。我先找到三角形。
嗯，这个又不对了。三角形加。啊，这样就对了。儿童剪刀。ここは何なの？わからない。长颈鹿太丑。沙莉的日记，1月4日，星期三是完美的一天，因为我们吃了点心和冰淇淋。我讨厌以前待的地方，那些老师都好讨厌，还一直读书读书读书，而且那里没有冰淇淋，超爱超爱超爱这里。要建立一条重要规则，大家都必须写日记，做日记刚才我们不能单独出门。不用学校还蛮不错，不能单独学校穿旧衣服拍照，在这边那以前穿过旧衣服比较好。接下来我要穿上我最喜欢那套蓝色格子衣服。院长很高，院长胡子，院长是警察。这是孤儿院。哎。雪莉又在变超正的，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水手服雪莉。好用，体积强。僵尸吧，以前雪莉模式有僵尸。ダメだ、鍵が入る。唐姆的日记，把信寄给奥利弗，已经过两个月，什么回复都没有收到。没有，不过大家被你养好都这样。我想，因为某些人过得太好，把我们全忘了。最近的奥利弗不一样，原来一辈子看到傻瓜，一辈子的朋友。今天艾要所有小孩都坐下，让他们说一个故事。他说被领养的那些小孩都被怪物人吃掉了，所以大家才会音讯全无。不要这样，他现在很适合写那些没用的恐怖小说。这原本带队已经不只是因为安的故事，别误会了，更糟的地方以前我也待过。这里既然有什么大药厂赞助的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打电话给别人或去外面？为什么到处都是医生？每天打针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简直就像我被领养了。我也，大多数人都喜欢年纪小一点的孩子。我还以为我太老了，说我有点高兴不太对，骗谁呢？我兴奋透顶啦！我就要跟这个地方说再见了。我要死心全心当个好儿子，让我新爸妈引以为傲。奥利弗在半夜时回来，全身遍体鳞伤，大声叫着“救救我”之类的话。我一开始才认不出他，他的脸皮剥落，快融化光了。他现在在老色医生那里，他们说他皮肤有点问题，很快就好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探险。耶，探险了！不知道是谁的日记。如果你在看这个，赶紧去叫警察！怪物人在这里把大家都吃了，这里有好多树皮怪物人，救命！他们要来找我了，妈咪救我！妈咪家家啊！未来的日子美丽呀、啊。这模型还忍呢、欸。原本是在局长办公室啊，原作里面。どこへ行く気だ？おとなしくしてろと言っただろ。
気分けの悪い子だ。こっちに来ないで、お願い。しつけってものを教えてやる。ふざけやがって。ただで済むと思うな。クソガキが。哦，你小心哦，蝙蝠侠要来了。待て。クソガキめ、後悔させてやる。来ないで。小心，你是恋童癖。その先は行き止まりだ、小娘。終わりだ。鍵を閉めたぞ。どこにいる。とっとと出てこい。いるのは分かってるぞ。早く出てきた方がいいぞ。お仕置きが増えるだけだ。これが最後のチャンスだぞ。出てこい。このチャンスだぞ。今すぐ。哎，可是我家没路哎，他会再帮我开门吗？啊，顔が焼ける。嘿嘿嘿嘿嘿，会。顔がやってる。哇，这个竟然是鬼店吗？改邪归正长。
30 minutes later ago。取引をしようじゃないか。どういうこと？私の時間を無駄にする気か？ペンダントを持ってこい。シェリーが死ぬぞ。ペンダント？何のために？ガキを死なせたいか。わかった。どこへ？孤児院だ。孤児院？どこにあるの？近くにあるからすぐわかる。シェリーは無事？今はな。もし指一本でも触れたら。信じられない。最低。信じられない。最低。待ってなさい、ケス野郎。捉迷藏。诶，所以那个克雷尔真的没有打那一段。看起来，噔噔噔噔噔噔。またなの？哎 ，Q 加 B 九九四七。哎呦，这里是有一个也是经典的位置，枪垫后面。Umbrella。经典的僵尸。枪垫后面，操你妈的狗！